等一下第一个走进来的客人，我们要做出属于他的感觉的咖啡。可是我也很喜欢麦克这一杯啊，是比较像小圆。对，现在就跟那个分手，然后我出去外面随便找一个人嫁了。Are you happy now？我要亲眼看着你不怕艰难的带着韩玲一路走下去。哇塞，加油啊，爸！张云小姐，你要准备婚礼了。雅芝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最优惠时尚的好戏，男人直播。